在屏东市有一位小神童，小小的身躯里暗藏着一项台湾第一的绝技，究竟是什么了不起的绝技？跟着小马我一起去一探究竟吧。哎，被放法啊！小朋友被罚，小朋友被处罚，哦，好可怜哦。报告。太太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啊？你怎么这样罚他？哦，没有，他要练功。练功？对。他这样练他这样练什么？他要练身段，基本功，扎马步。扎马步，马步要扎稳。要扎稳。要扎稳。对。啊，你几岁？弟弟几岁？八岁。我刚看你这边很庄严的感觉，在教训他。到底要传授什么功夫给他？川剧变脸。川剧变脸？这么小学变脸？对。你那安尼啦，人家细汉你就叫叫人避名，你就叫人避名。对，弟弟你会哦、喔？对啊。你会变脸哦、喔？你变给我看，来，一二三。你看他的脸，好好笑。啊，变脸就变脸，干嘛要蹲马步呢？因为变脸我们很注重的是身段。身段。对。对啊，我咧讲话你哪呢？爱哭吼。对嘛，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要扎多久？基本上的话，因为小朋友不会要求太远，大概2分钟、3分钟这样。哦，我以为变脸是跟一些技术道具有关，但是没有想到还要先练马步啊。对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知道，明显小孩子会偷懒哦。我们现在在讲话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又站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看到吗？蹲好，蹲好，镜头没带到你，你就这样子，这样怎么练的？虽然是个小孩子，但练功的时候，刘爸爸化身为严厉的师父，指导弟弟变脸技巧。但当弟弟换回便服后，立刻又变成了普通的小三身，除了写功课，就是和弟弟看最爱看的卡通。看起来呢，和一般小男生没有什么不同。不知道换上全套变脸装备后的刘小弟会是怎样呢？是这么近距离，我去内地这么多趟哦，有看过川剧变脸，但是没有那么亲自、这么亲近看到他川剧变脸的样子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不好？那个小马哥哥待会也要跟你比赛哦，好不好？好哈，可以吗？开始变脸了。好的，第一张准备了，各位观众，好不好？八岁小神童，川剧变脸，哇！没有变到，哇哦！这是我看过变脸当中的最高境界，故意的，就是川剧变脸第一招变，然后没有变。他说他居然跟他爸讲我故意的啊，小孩子很有个哦。这位刘小弟果然有大将之风，没成功也能不急不缓的做效果，再趁势来个说变就变，厉害啊！来，最后一张脸，哎。哇！弟弟你好棒哦！来，大哥，这个川剧变脸，我们这么近距离看，速度实在太快，我看不出什么端倪。但是我大概可以猜得到，这肯定是跟一些非常精细的道具，是什么缘分让你去接触到的？一个机缘嘛，认识我师父，然后我看他变得非常神奇，啪，就马上，对，脸就走掉了。是，对。然后当我的脸，我正常脸的时候，啪，又脸又回来了。正常脸还可以变回，又有图案。对。所以你就求他，拜托他把这个功夫交给你。后来他没有交给你，你就真的跟他毕命？没有。跟他拜师，双脚。那你觉得我有这样的支持可以去学习变脸吗？有心就可以，有心。看完弟弟精彩的热身表演，小马我也寄养了起来。既然要学习变脸这门艺术，该有的仪式当然不可少，向师父行奉茶、跪拜等礼仪之后，小马我即将进入神秘的变脸世界。师父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爸爸，谢谢你把我抚育到这么大，我长得这么高，我现在比师兄还要高，这么强壮的一个我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应该的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学到那个，这个，因为我才第一天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师父有确实把这套里面记忆的重点呢，有已经提醒我了，心法也传给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的师兄，因为下午的表现有点落差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。One more time。
身为变脸小神童，真的是当之无愧。克服紧张后呢，表演起来简直是如鱼得水。看完师兄精彩的演出，身为师弟的我怎能够落亏呢？小马第一次川剧变脸来了，音乐。睁开走，他这个公公一出生他就知道有了。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啊！师傅，你赶快救命啊！快来指导一下，各位看官大爷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音乐没有，音乐没有 feel 啊！哇，很难呢，师傅，师傅，你不要罚我蹲马步了。那一定要的啊、哦！一定要，对我怎么可以这？哎呀，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很辣叉。不会的，要加油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难，而且我觉得呢，弟弟啊，对不起，师兄，你表现得太好了。你刚刚看到我的演出之后，你是不是心里面今天好过多了？你整个没有压力了，对不对？压力整个都卸掉，没有关系，小马哥哥来垫底，好不好？我扛，纯爷们儿，我扛，好不好？我表演的最差，你是优秀的，掌声给弟弟鼓励一下。不管怎么样呢，今天非常开心，终于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川剧变，谢谢师傅呢，然后把这个记忆带到台湾来，让更多的台湾的同胞啊，我们的乡亲呢，可以看到，哎，这个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记忆，对，好不好？最后呢，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把脸再变回去，可是我会永远变一个脸，就是永远的笑脸。谢谢师傅，谢谢，好不好？笑脸走天下，笑脸武功盖天下，十八当郎五告散。不是很赞。川剧变脸就像是场华丽的中国魔术表演，只要勤加练习身段技巧，就能够变得毫无破绽，瞒过观众的眼睛。亲身体验之后呢，小马我相信这项艺术呢，绝对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学会。子俊小小的年纪练就一身好本领，实在是很了不起。魔术表演总是能够带给人们惊奇，在南台湾有一位魔术界的南霸天，他的魔术技巧不止让人惊呼连连，最厉害的是他可以将西洋魔术结合东方戏法，成为台湾第一个演出八熟三变的各种高手。想知道这三变到底在变什么吗？就让小马我去揭秘吧。我变，哈哈，我变，我变，对不对？魔术嘛，一般男孩子总要学上个几招。之前我这个团员小钟呢，曾经教我几套魔术，但都太逊了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你看，两只手，一只一只一朵花。小钟换招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们这次到这个高雄打听到有个魔术达人，据说他的魔术可以我变很多变，而且还可以中西混合变。到底是多么厉害的魔术师呢？就跟着小马我一起去会会他吧。我变，我变，我变，我变。欢迎光临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位仁兄，嗨，要找的是南霸天。南霸天是什么的南霸天？魔术界的南霸天。魔术界的南霸天，该不会就是你吧？好，等一下，事情是这样子的。既然要看魔术，我们这边魔术店嘛，对，让你看一个好东西。是，首先有没有看到卫生纸？卫生纸对卫生纸还算了解吧？当然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。我觉得不错，人没有它的话，就是屎尿乱喷。没错的。好，那这张卫生纸呢？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只需要用到这个部分，一个小节。对，然后呢？这个部分呢，请你先帮我好好的保管住。你好省。除了卫生纸，我还需要另外一个好东西，不知道你胆子大不大？我
号称好不好？号称最大胆的，最大胆，最大胆。好，没什么吧？我真敢讲，我真的好大胆。只是一个打火机，来帮我拿一下。会点火吗？会。OK， 那你帮我点火一下。好，点火。不要会电人的那种，我会翻脸哦。不会电人，不是整人的哦。打卫生纸机，打火机，它会出现一张百元钞，通常在这个时候会获得热烈的掌声鼓励。不要给，哎，好棒哦！哎，那你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是哦。魔术三原则里面告诉我们，只能变一次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魔术师守则嘛。那这是见面礼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好啦啦，钱是你的，但这是魔术嘛，对不对？地方。接下来有没有看到一个酒杯？酒杯里面有一个螺丝，螺丝钉。哦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子，这个螺丝啊，有一次我们楼上在装潢的时候，我发现它非常具有神奇的魔力。怎么说呢？来，马爷先帮我一个忙，先帮我把它转开，从头到尾彻底的检查这个螺丝，对，以及螺帽。这个有时候都在那种道具里面可以看出端倪，但是目前为止呢，我还找不出破绽。而且有要当然要铁锈味啊，有铁的味道。然后再把它锁上去，对，再帮我锁回去中间的位置，锁回去中间的位置，可以吗？对，这样可以，在里面一点没关系。好 ，OK， 这样可以。好了，马爷，这个螺丝你刚刚检查过了，对。刚刚你也亲手的把它从外面，对。接下来的这个魔术就是 magic， 我把它叫做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，特异功能是我本人在魔术系列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部分。那到底如何呈现？来，局长，注意看清楚了，螺丝，注意看好了。好，螺丝。在魔术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现象，你这个装电池对不对？一定是什么正极、负极或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可以检查看看。这个螺帽，那个时候是楼上装潢的时候跟装潢师傅抢的。这个 ，OK， anyway， 我现在有点好了，魔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这个借我带回去捡球，可以了，带回去敲装潢的时候，下次可以用到，就省一条。奇怪哈，来，还有什么？其实事情是这样子，又是什么？从你刚刚走进来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足够一分钟，这个一分钟之内就足够让一个魔术师了解你的心中完全在想什么。你想不想？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那当然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想收工哎。我要收工，我肚子饿啊！好，你先猜对吧？虽然洛克你号称是南霸天，但要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，应该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吧？洛克说，要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只要一副扑克牌就行了。既然是心电感应，玄机应该就在这副牌当中。让我仔仔细细来检查一番，看看有什么问题。OK， 没什么问题，没问题啊，交给你。接下来就恐怖了。到底有多恐怖？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扑克牌这边，我先简易的给他做个洗牌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真的？其实你这个洗牌已经算是功夫了。没错，真功夫，要当南霸天。对，骗不了人。嘿，好，稍微再洗，真的洗了哈。好，真的有洗了，这个很明显，我做慢一点也可以，真的是一张一张的，没错吧？有。好 ，OK。等一下呢，我会做一件事情，我会把扑克牌下面一张一张的拿到桌面。OK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在你最喜欢的地方喊停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开始喽。停不住，停不住，对，还继续 ，OK， 停不下来，停啊停，亭亭玉立，停，停这边吗？确定？因为我没有词了，只是因为我想不到词了。好嘞，停。好了，既然停在这边，好了，这一张嘛，等一下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帮我把你停的这个记起来。可以给观众朋友看吗？可以啊，给观众朋友看。你不能看到，来，你不能看到，眼睛闭起来。好 ，OK。会有墨镜。OK。好，有记起来哈。记起来。好，确定你记起来了。记起来。我今天呢，准备了一个好东西。这么早就要喝了？哎，不是，你告诉我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烟灰啊。没错。抽烟不好。抽烟不好，它是一个烟灰。为什么我要收集烟灰放在我的魔术店呢？因为有人抽烟呢。它有功能的，有功能，神奇的烟灰。好，接下来马爷帮我一个忙，握住我的手。
握住你的手，这样握吗？对，握紧。好，握紧。再往前一点。再往前一点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想着你刚刚那张牌。想着刚刚那张牌。你心中的想法会就是我刚刚看到的那张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透过你的手传达到我的手上，我的手再传达到我的脑子，我就可以知道你刚刚抽到的牌是什么。当然，直接讲出来不神奇。我说过，今天要用到的是烟灰。好了，准备开始了吗？好，我准备了，开始，我认真喽。好，认真喽。Focus 哦，集气。好，准备了，马爷，请把头转向我这边来，看着这个烟灰。在第一个，都是有机在的。你一定到目前为止，你可能会觉得我是疯子。注意看，有没有想在那边？我在想。啊，好可怕哎！方块二哎，真的是方块二，好，没错吧？烟灰就用不到，我先吃掉。哎，喂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就是魔术啊！你可以教我吗？哦，当然没问题。Oh my god！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！除了烟灰预言，就连再普通不过的橡皮筋，到了洛克手中，也可以瞬间变成神奇的魔术道具。我看这招应该是很适合初学者的我，赶快请老师来给我指导一下吧！咦，你们还在那边看什么？人家这里可是商业机密耶，闲人勿看勿听。我已经马上学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洛克呢，已经成为我的师傅。这条橡皮筋好不好？信手拈来的一条橡皮筋，简简单单的橡皮筋，骗不了人的橡皮筋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来，各位，我就把它绑在我的，缠绕在我的手指的上面，看到没有？手指的上面，十指手让你们检查一下，让你们检查一下，只有这个手指头有这条橡皮筋。我现在要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把这条橡皮筋呢变出来。看到没有？拿掉了啊！一、二、四，哎，这样就对了。哈哈哈！厉害厉害厉害了！洛克老师，不要叫我老师，洛克师傅。因为其实呢，你教我这个魔术，我获益良多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用这个魔术呢，跟很多的人呢能够接触，至少打开一个话题。但是其实我这次南下找你这个南霸天洛克，我最主要是要看你。八数三遍，八数三遍，我就不懂。八数三遍，八八八，我数了三遍，也不是个魔术啊。为什么叫八数三遍呢？你带完八数三遍来。你竟然知道八数三遍这套表演？八数三遍来。哦，这个八数三遍，八数嘛，四川的古国啊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能接我的梗呢？你八数三遍会怎么样吗？八八八，哎妈，这样多好。八数，你刚说是四川。古国嘛，对，肯定有变脸，没错，其中一个就是变脸。那另外两变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到目前为止你猜对了一个，那另外两个我先不告诉你。你要卖关子了？我带你去看，在这里吗？当然不是啦，要到别的地方哦。没错，真的哦。好，那我跟你搭着我的肩膀，搭着你的肩膀，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念八数三遍？好，一二三，八八八，走。说到这川剧变脸，想把我之前可是奉过茶拜过师，也算是小有研究。但是洛克说他的八数三变可不是只有变脸这么简单，而是结合了中西魔术精华的魔幻大秀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哎，真的是京剧变脸呗，八数三变，你看连道具都不太一样。哎，你是洛克？我是洛克啊。哎，你怎么变这个样子？哦，这个不得了，等下让你看一个厉害的东西。啊，那这八数三变到底在变什么呢？哦，这个除了变脸一定有嘛。啊，至于其他两变是哪两变，哦，我在这边先不多说，就让你睁大眼睛来看清楚喽。变出一把雨伞，哇，好潇洒，好大！他从哪里拿的雨伞？哇，你拿伞了？哎，你不见了！我突然就现在发现，你不见了！哇哇，我衣服也变了。八数三变了。
太厉害了！是我是不知，那是不瞒，难着不会，活着不难。前看后看，近看暗看，左看右看，三看下看，观看所看，颜色好帅，心情。哇，太厉害了吧！我的天哪，哎，哇，现在到你洛克哥了，洛克哥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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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道现在你一定觉得很冷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衣服一件一件脱，而且你刚脱了很多件哦，超多件的啦，超多件的、哦。这个三变呐、啊，是三个同时一起变，就是你刚刚看到的，有脸，脸没错，衣服还有伞，哎，没错，哎，凭良心讲哦，我到第二次你变到第二套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衣服不一样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前面并没有觉得衣服不一样，我只觉得哎有伞有伞出来了，我被你的那个焦点移植到伞的上面，这个哎，我觉得你这样很不简单的，你看两位是这个算是年轻人，对，在我们台湾的年轻的这一代呢，把这个我们中国老的这个民间的技艺哦，四川剧变脸。学了一身之后呢，再加上你自己的创意，三变呢，它就是川剧变脸，再结合西洋魔术的变衣服，还有出雨伞，它也是传统的西洋魔术。是哦，所以你们就把中西这样合并起来，再做一个新的演出，温故知新，再有新的创造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应该这样，尤其是给年轻人多一点机会，给他们鼓励一下，什么公司账号，有什么尾牙啦、庆典啦，对不对？热闹一下。对，找你们大家就一直脱。那你现在可以穿回去吗？穿回去什么？对，一件一件穿回去，就是噔噔音乐在放了，然后就变成噔，你看我也在噔，我也有两个，很难啦，真功夫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平常的时候，洛克老师跟表演团队的伙伴一有空，就会研究讨论各种魔术的演出方式。除了一些大型的奇幻魔术之外，最受瞩目的当然还是这套三变的功夫。但是戏法要变得好，一定得靠平时不断的练习。在他们身上，我们看见了表演不分国界，不论是创新的魔术或者传统的戏法加以改编，只要能够带给观众们惊奇的感觉，那就是一项成功的表演啦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福尔摩沙五花八门，跟着我的脚步，给你超乎想象的台湾 Daily。